龙形锯是西洋掌门一种稀有的双兵器，长约一公尺左右，在一根木棍一端有一月牙安在上端，下端一个葫芦式的锤子，在中端有一轮弯月。冶炼时双手舞动，推挡铲砸鹰挡皆可御敌，须许实时。进时柔中有刚，指上打下，指左击右，便是招法曲线如龙，击法如神。